罗岗镇南势社区的花海，在雨水的帮忙之下，花期已经提前开始，而且比以往开了更加美丽壮观。预计花季将会延续到过年后，也让民众加一位过年出游的好去处。红的粉红色的波斯菊对着风摇摆真水，花海后面也阁有各式各样的枯木农村文物馆，来到这会当体验到鹿港无同款的花海风景。南势社区这个花海吼，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咯。啊，每一年的这个过年前头一个月，这个花海吼，来利用着这个离期休耕的时阵来种这个花海，啊，配合着后壁古厝吼，会当相当得意啦。啊，希望乡亲有时间的时候来阮社区参观着花海。同时咧，后壁即个古厝内底有即个咱较早做田人的即个收集一挂迄农具，会当顺续带你的时序来认识着咱较早阿公阿妈咧做田时阵的一挂器具。这是鹿港南势社区花海，今年花期如期开放，不过目前只有波斯菊盛开，向日葵阁要等十几天才会开甲长穗，嘛来优等收花的花期时间。波斯菊以外哈。阮遮嘛有种草一公顷的即个向日葵，啊，即个花期大约过十天以后才会开，所以各位恁若要过欣赏即个向日葵的时阵吼，啊，你差不多十天以后才来，啊，目前你一旦来遮先欣赏着波斯菊。民众会当把握这难得的机会，欣赏这百花盛开、健康得主的波斯菊，安那看拢美丽。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